陈总到了，该干什么面试吧。哎，小心！谢谢。面试官好，我叫……会喝酒吗？不会。干了这杯。我过敏，真的喝不了。我们集团主力产品就是酒，你喝不了还来面试？我数三下，不喝就出去。三、二。你这什么面试流程？他都说过敏了。这么喜欢打抱不平，那行，他不喝，你俩都给我走人。我喝，我来。可以，你和他都被录取了，得罪了主管，以后的日子估计不好过。主管没那么小气吧？哎，你们俩下午采购商来谈新一季的供应合作，这些资料都给我背熟了。我们是实习生，这么大的合作交给我们，我是主管，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啊，听你的，请坐。안녕하세요，제가이번담당김민희입니다。资料上说是中国人啊。이건저의구매경적소입니다。안녕하세요. 안녕하세요. 저는 담당자 37이라고 해요. 이것은 다 예산 범위 안에 있어요. 자세히 얘기합시다. 즐거운 하루 되세요. 안녕히 가세요. 庆，给你们谈成了，多亏有你，你韩语怎么这么好啊？我可是追了10年爱豆，看了几百部韩剧。是不是发烧了？可能是不小心冻着了。是啊，最近太多人感冒发烧了。我这有合剂瓜、咖啡散，你回家冲一包吧。谢谢。老婆，慢点。 原来琳达主管是陈总老婆，怪不得在公司只手遮天。不是说让那两个实习生把项目搅黄，一箭双雕吗？都怪那个徐三七坏我们好事儿。这批原料成本这么高，我们拿到手的返点。谁？老公怎么办？万一他们说出去，那可能……迟到了，通知的是9点啊。我的规矩是提前10分钟进入会议室，你被开除了。 开除？谁让他得罪主管呢？我看该被开除的是你了。陆陆，你怎么？看我的！<笑>你是董事长千金？不好意思。 公司还真是我家开的，老婆，这个项目又捞了2000万，我都处理得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们以公谋私，仗势欺人，为了谋取暴利，偷梁换柱，多次损害公司利益，都是韩报。真是活该！他们竟然是这样的，太缺德了吧？没办法了。空缺的主管位置你顶上？啊，我不行，没事，账上好几百亿，随便亏。啊？ 敲了，门禁是12点，现在12点半，怎么办？那我只能敲门敲了半小时，怎么不给我开门呀，爸爸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爸爸，我提前了11个半小时回家，怎么样？爸爸，我提前了11个半小时回家，怎么样？爸爸，你站在外面干什么？不冷吗？ 你还在家怎么装满了？我一直站在外面，还以为是你。我找你跟我扯，你怎么回来？哎，爸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都回来睡一觉了，刚刚下楼扔垃圾。那你吃垃圾？我扔垃圾的时候正好路过一小摊，想着爸爸你可能会饿，所以上来打算问问要不要吃点宵夜。我不吃，赶紧睡觉。哎，好嘞。 回来好长时间了，你就穿这个睡？善结善缘，恶言伤人心呐、啊，我的爸爸！爸，你怎么在门口啊？你也不看看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别提了，突然接了个项目，全公司都在加班，加到现在才接。 爸，还要给他见面保存，我得回公司一趟，先走了。哎，别累坏了。奶奶，快来看呀，老人假摔和钱了。奶奶，扶你起来。装什么好人呢？他的胳膊，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奶奶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好。儿子，有好心人送我回家，应该的。 这怎么走啊？就往右边一直走，他对路熟得很，了然于心。
那你半小时后下楼接我。小姑娘，给你家人打个电话，可别着急了。我没家人，没事，奶奶，把您安全送到家最重要。到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你是不是觉得奶奶住得太穷了？没有没有，我送您进去吧。小姑娘，你这么漂亮，男朋友不少吧？我还没谈过恋爱呢。那不错，处女更好。什么？哎，怎么不走了？奶奶，你嘴角沾了脏东西。是吗？哎呀，被发现了。你是装的，放开我！给我老实点！放开！老公，抓住他！想跑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当然是给我老公生孩子了。生孩子？就往那边一直走，他对路熟得很，了然于心。我没家人。所以你假扮残疾老人，诱骗独身女性，都是为了满足你们夫妻的变态欲。现在知道也太晚了，赶紧跟我回家吧。不知道，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算计我。现在知道，我晚了。我们可以给你钱，我们可以给你很多很多钱，放过我们吧，放过我们，放过放过我们，放过你们，我同意。那些被害的女生同意吗？妹妹身材真好呀。哥哥们，待会见。妹妹太闹了，学会了吗？是擦边主播吧？我不想干了，你们走吧。合同都签了还想走，你们赔得起吗？3000万这怎么赔得起啊？惹你屁股露了胸的事儿，来做直播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哭什么哭，动手。这就对了嘛，待会儿直播都给我卖力扭起来，等大哥们开始送礼就可以给他们发号码牌了。这些号码牌可不简单，一群可以看些黑丝长腿，二群看看胸，三群嘛，这么露，不想拍这个，太大了，我不想拍。这么露，放心，这些都是网上的资源，不用你们拍。都清楚了吧？开始吧。今天的妹妹不错，胸挺大呀，别害羞嘛，没有那么严肃啊，再露脸可能送你嘉年华呀。不插手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别去。哥哥不好意思，刚刚网有点卡，想看妹妹跳舞。哥哥想看的话，一发火箭怕是不够哦。哥哥真厉害。看到没？要不说人家才是王牌呢。都学会了，什么时候当婊子还厉害？妹妹身材真好呀，这个不错。主管，这是你相貌能力这么优秀，只做个主播太可惜了。今天这个客户，只要你搞定他，几百几千万都是你的。嗯。真人比直播间好看呀。你放开我。我可是花了1000万。直播呢不过就是个幌子，就是为了骗你这些贪财没脑子的女人。是吗？救救我，他们要把我们弄缅甸。表面是余波，私下进行非法交易，多少无辜女生被你们害得清白全无，这怎么回事？行啊，你他妈藏得够深啊！都别动，哎，老实点，你放开我！作为一个合格的闺蜜，当对方又换了男朋友，他跟你提过吗？哎呀，每天都提。那我叫什么名字？提起你就宝贝长宝贝短的，哪舍得告诉我名字？那你能告诉我他谈过几个男朋友？这么直接的吗？他没有男朋友，你是他初恋。他不是有一个前任？因为太久没提起，我都已经忘了。那他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跟他前男友分手的呀？还问 ？CPU 都给我干烧了。
嗨，你说那一男的外租家门，衣服都是我给你洗的，宝宝点一下水就死了，你说这男的干什么？宝宝辛苦你了，我最近在抖音商城暖冬好物节囤了很多李白大师香氛洗衣粉，泡沫丰富，去污能力强，而且是玫瑰花香味，比香水还好闻，以后的衣服都我来洗。是吗？你这么持家啊？当然了，现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一键买我的同款，还能拿九折券，随便逛逛就是超值好物。是吗？我们也去看看。宝宝你真好，这事总算过去了，多亏有你。走，酒吧约起，我给你点八个帅哥。你不是最讨厌去酒吧了吗？疯了！你看吧，我从来不喝酒，你还不信？去酒吧不用暗号，肯定不是本人。